这款游戏我是看着游戏画面进来的，看上去非常的绚丽画面，然而色彩感层次也非常丰富，应该属于这种画面比较鲜艳的这种 VR 游戏。我们试一下看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放到放到这里面去。这画面感有点像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属于美轮美奂的这种。这是小铁锤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菜刀？哦，这个是发光的，像一个 file。 哦，这样子相当于要把它组装起来吗？身体机器头，机器头，那有两个眼睛吗？这是他两个眼睛。好，还有一个嘴巴。这应该是嘴巴。鸭嘴。然后是两个手，这脚，这脚怎么放上去呢？放这里。还有两个手，这是一个能量棒，前面拿的一个能量棒应该是。好，然后呢，看一下还有没有能量棒。哦，明白了，然后还有这个东西放进去，这是它的这个，需要烧一下。说话吗？就这样子的，你就这样子的，
是在搞笑的吧？我靠！这是一个机器鸭吧？走吧。你不走了吗？哎呦，饮茶时间，怎么游戏感觉有点佛系啊？任务禁闭，枕头，箱子，能不能穿？这个小飞机，就是那个机器人的迷你版吗？下来给你走。哦，风景不错。世外桃源，有树，有破布，这是什么？是蜗牛吗？就是这一部分应该是让我来喝茶吧。这水还是蓝色的。哦，烧水。花茶，这个水怎么绿色？这能喝吗？好吧。这怎么喝啊？
吧，没有任何提示，那我应该干嘛？这里面东西倒都可以拿，哦，下去。嗯，这还是前面那个房间吗？感觉不是。猪啊！我靠，有一头猪！拿下去吗？嗯，很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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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干嘛？是不是要喝花茶？真的很滑，这花茶是不是放这里？是不是这样吗？没用，不是放这里。是给你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是给他，怪不得手伸这么长。哦，给他喝，好吧。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味道非常好。跟他来那个吧，就跟你来这个东西啊。这游戏真的无聊啊。这样扔给你可以了吧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什么情况？爸爸来了。
叫我走吧。OK， 走吧。哇，这船还挺快的。哦，这画面美轮美奂的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还可以走啊。好像不是这个房子。是这里吗？感觉也不是。哦，这里有个山洞。这有一个更复杂的一个机器人。第三个，感觉是第三个。这里能干嘛呢？啊，这是一个机器人。感觉是更复杂的一个东西。哦，好吧，我准备放弃这游戏了，节奏太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就试玩到这里了，好吧，画面还不错。